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 Kata 在山上会同大家去大原石间。今次正系玩精华段啊，所以就由龙门交流径嘅二号桥先至开始入间。大原石间系旧九大石间之一，源起于大帽山嘅南边，流入去圆圆学院。所以如果要行细嘅话，就需要喺圆圆学院对上嘅引水道水坝嗰边入间。行到起点已经湿晒啦，所以见到水就要冲一冲。见到第一个小潭位都要浸一浸，太热了。好快就嚟到银花潭啦，系呢条间最大嘅水潭。即使当日冇乜太阳啦，但都见到水底嘅超清，水底仲见到唔少嘅泳员。好啦，戏完真系要开始上路啦。戴翻个头盔先，咁大原石间嘅攀爬位比较多啦，有部分冇得咧避开行山路嘅路段嘅，咁新手系绝对不宜。当日大部分嘅高铺片我唔小心 delete 咗啊，好感激同行嘅朋友有得闲帮我影下。我哋就靠住瀑布嘅右边上攀，咁亦都可以行左边嘅树根壁，或者系右边行山路。上珠峰咧，顶死晒后边冻死咗嗰啲，我就喺前面被困，阿弟就可以轻松玩电话。嚟到全段攞得最靓嘅位置，白龙药水。Sorry 啊，我唔记得咗呢段片影紧嘅系咪白龙药水嚟嘅，咁路况都大致相若。咁我印象中接近顶位会比较难嘅，右边有扁带位可以上攀。我部高铺交咗俾高手照顾啊，可惜啲片已经冇晒。长时间掂住啲水太冻啦，要成个人瞓喺个大石上面吸热。有霸气嘅领队小超 B B 上紧网，多谢华新预备嘅冰菠萝啊，人人都有份。垃圾记得要自己执翻出市区。咁就繼續沿住水路行。其實我同下面講緊 OK 囉，唔係擺緊心心 pose。 OK， 好衰，Thank you.
贪玩嘅可以行水路，冇咁贪玩嘅可以行干嘅路。伟大的小超是上网队长，终于就来到大原石间最出名的飞猿塔了。来到这个位置是没有山路可以避开的，一般都会爬右边的飞猿崖，或者是左边猿步上攀。其实我都是爬上去影个相就落翻嚟嘅啦。哇，有强大嘅小超一马当先示范正攀。我都运咗个书包上顶试下先，带住 con 玩水真系好唔舒服啊！有时要停低咧，等个 con 移翻啱位。湿咗个头入啲水度揾手脚位啊，好丑样啊！戴帽真系好重要啊！要玩晒三条线嘅话，就可以左边同中间上，喺右边嗰边落。
其实呢块石板超级跣咯，坐都坐唔稳。执咗包好似鸡毛扫咁嘅嘢去清蜘蛛网，嚟到相思林径，如果就系行精华段嘅话，喺呢一度就会完结噶啦。趁大家讨论行唔行呢条路嘅时候，想去睇下条路况先。其实距离日落仲有少少时间，不过就要行快啲。有人话赶时间大难玩啊，不过跑得快唔紧要啦，可以冲落山。离间位好开扬喎，唔系啲咩超级密林。出间系和央山同庙高台中间嘅山径。大佬错晒啊喂，黐线佬嚟噶！嚟到庙高台镜山火瞭望台啦，之前都有经呢边去过石天门嗰度，冇乜特别啊，有机会想喺附近嘅石林度行下。望住波波去大帽山道方向前进，某人强迫症发作啊，提议去波波度睇日落喎，但系就冇人理佢啊，沿住马路落花莲者就收工。某个强迫症人士咧唔甘心啊，越行越快啊，快行快行，突然间变做跑，搞到全部人都要跑落山。啱啱好落到莲姐已经系黄昏啦。睇到最后嘅你，记得留言同埋 like 我呢条片啊！最紧要系订阅埋我个频道。如果想睇更加多我游山玩水嘅靓相，可以 follow 我右上角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